谢谢谢谢。嗨，哎，行了，好商量啊。嗯，好商量，我们都是实在亲戚啊。刚才台上我们这也是亲戚，那是刚才这爷俩哈。嗯，站在里边我们老艺术家石富宽先生，那是我的师傅。哎，是谦儿哥的恩师。对，站在外头这冯兆阳，嗯，是谦儿哥的徒弟，这都没外卖。对，是我的干儿子。没错，今天很开心能够跟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因为我这个年纪啊，其实我看着儿子。等会儿吧。哎，好，你这都说进去了，您这个，嗯嗯嗯，不像话了。你跟他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他是干儿子。对，我是亲儿子。争竞这个没意思啊，这是得争竞。你争竞容易让人汇报去，知道吗？嗨，物业太忙。你看倒没倒你身上了啊？这说点诗词歌赋、昆曲历史都没记住，啊，就说一句于谦是我儿子，就让人逮着了。你看看。以后咱俩人别咱就按弟兄相称就得了，一直就是，哦，啊，好吧好吧，啊，我们老哥俩这对这一晃在台上可干了半辈子，可以这么说，我们俩也是废物，这是怎么叫废物，实在是干不了别的了，哎，那就会说相声，只能说相声。嗯，承蒙您各位不弃，哎，养活我们到今天，可不是吗？其实真是最难的就是这种演出，这个商演，商演最难，是吗？你要说不要钱随便看，那就简单了。不要钱啊？你看那有人喊退票啊，人是这么细的声吗？人我也看不清男的女的，看这状态啊，像 啊退票。你也是想瞎了心了。早说呀，花完了。哎，这好嘛，商演不好干。怎么不好干啊？因为它不好骗。对，什么叫骗？你要送票或者不要钱，那就无所谓了。那好干吗？你比如说于老师啊，拿我举个例子。举例子啊，你不是德云社的演员。哦，我是专业团体的。比如说啊，瞎编吧。比如说你是八宝山曲艺团的演员。八宝山曲艺团，我们成立以后我们给谁演去呀？我们你那个观众都是 VIP， 有什么特点？一人一个小冰箱，小包厢。哎，对，都是夏天听啊。因为就是一说就是假的吗？啊，这是。哎，八宝山曲艺团，谁一听啊，瞎编的。对，哎，哪怕他上物业汇报去，怎么老上物业汇报去？郭德纲又讽刺我们说，我们是八宝山曲艺团，嗯，物业的也得说去玩去。对，哎，所以说就比如说啊，您是八宝山曲艺团的演员，我就在那儿。你们这个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北京的曲艺团体，那是烧多少年人了？曲艺团体啊，对对，说多少年相声？哎，你们成立于乾隆十四年，嚯，那么早，扎根于老北京，那是。哎，全团坐一块开会。哦，你们团长也得说呀。啊，你个德云社也说相声，那么这个老北京曲艺团，这是老北京的吗？这什么口条？这就说你们也要求演出，我们当然要演出啊。演出，然后就奔着河北省保定地区农村就下去了。哦，上河北演啊，跟村里商量，我们来演出吧。嗯啊，哪们老北京曲艺团演。行了，就嗯，演去就完了呗。然后这个农民伯伯呢，就一商量，嗯，他们要上咱们这儿说相声来，我们能接不能接呀？这农民伯伯比我们口都正，你看啊，我们怎么那么怯呀？这个，哪们是乾隆十四年成立的老北京曲艺团。行了，别提乾隆了。俺们打算上你们这儿来演出来。哎，行，给演出可以。行了，太给乾隆丢人了。我们这个村里说也不是不能演啊，关键马上就快麦收了。哦，该农忙了。要看你们的会耽误庄稼活。哎呦，那耽误不得。最后一聊天呢，说演员先帮助村民们呢收麦子。我们还管这事儿，先收麦子啊，然后呢，演出的时候每个观众再送二斤鸡蛋。嚯，你跟他说检查兴奋剂我也行。我们怎么还给送鸡蛋呢？要不人家不看呢。
就这个村里边还有两家人家不同意。送鸡蛋怎么不同意啊？这两家是养鸡专业户，人家不缺鸡蛋，人不在乎，每天扔的都比这多。那是。最后你就开始吧，先帮人收麦子吧。啊，一收麦子，老乡们服了。怎么呢？比我们这个专业的农民干的还好呢。你们不是专业农民，你们都宫里出来的，你们都是，就比他们干的都强。所以说这种演出好演啊，包括你们站在台上，第一没有时间的限制，哦，第二不用尊重观众。不用尊重观众？我拿你钱了吗？没有啊。你还拿我鸡蛋呢？哎，这这么一说理直气壮了，那错不了啊。啊，所以说这种演出就好演。确实好演。您就记住了，啊，只要是人力可为的事情就好办。人力可为，你比如说，甚至说，比如说您是一个电影演员。哦，我是影视方面的。哎，你是八宝山电影公司的。呵哈，被八宝山这副业还挺多。怎么就假的嘛？人家哪怕汇报去，物业也能给他骂回来啊。对，老有物业的事儿，这是啊。哎，八宝山电影公司好，今年评级了。哦，还评什么级？于老师准备要评一个三级演员啊。是评演员还是评电影啊？这个，你得先是演员才能演电影。哦，这还得努力。对对对对对，然后你们单位领导很为难。怎么为难呢？手里攥着一个三级的名额。哦，因为你现在是四级。哦，我还不如三级呢。对对，你要往上调，调成三级。哦，但是今年只有一个名额，这还挺难。领导就想，这个名额是给于谦，嗯，还是给苍井空？对，最后这两个人谁对我有用呢？那苍井空对你有用啊。哎，啊，所以是，所以啊，就是你明年，明年于桑你在，啊，于桑干嘛呀？你在拍戏。行了，我今年还拍不了这片子。对对对对，你再忍一年好吧。啊，行行，所以说人力可为。嗯，这个名额给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全看我开心不开心。哦，你愿意给谁就给谁。所以说他不重要。哦，人力可为呀，啊，这是，这个就难了。这种商演呢，包括我们上国外去演出去，嗯，什么叫澳大利亚、美国呀、欧洲、迪拜去？哦，咱俩人就说，再能凑点钱，咱也不能带着5000观众跟咱飞到迪拜看演出去吧？那太费劲了。有那功夫，咱还上河北给人收麦子去呢。哎，别提这收麦子。为什么说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哦，我们是必须要尊重观众的，那是必须。你拿人钱了，对，您的每一张票钱，我们拿回去养家糊口。嗯，上有老，下有小，给我父母，给孩子，给我媳妇儿，我给他媳妇儿一份儿。给我媳妇儿干嘛？我们负担其实很，不要，不要，我负担很，不用，我媳妇儿不用你，拿着吧。啊，因为这跟谁对付？我负担是很重的。没听说过，什么对付什么？就我媳妇儿由我给，也不差这一回。我去。没听说打这回我不给了，压根儿没给。你送鸡蛋去吧你啊。所以说我们要尊重观众，是，这是最重要的。嗯，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嗯，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嗯，谢谢各位了。谢谢。是说相声的上台都会说这句话。什么？我们是个语言的艺术。本身就是。什么叫艺术啊？这个还有解释。艺是演员的能耐。哦，术是把能耐卖出去啊。哦，这是两层意思。有艺无术那叫诈骗。哦，有术无艺就是个商贩。这怎么说呢？我摆摊卖菜卖花那要什么艺啊？哦，我能卖了就行。嗯，但你指的台上必须是有艺有术结合着。哎呀，我这个相声从人文学的角度、美学的角度、社会学的角度，这么好，那么好，那么好，这么好，天花乱坠。嗯，顺嘴角冒白沫。嗯，哎呀，好了都不行了，狗听完了都能如何如何。嗯，完事一说卖票吧，3毛钱一张票，观众把剧场砸了，不爱听。你不是诈骗吗？嗯，你得拍拍良心，你那么好怎么没人听呢？你那么好怎么1毛钱不值呢？你不是诈骗吗？对吧？所以说艺跟术是一回事儿，结合的。而且说相声有窍门啊。什么窍门呢？雅俗共赏。
这四个字我们经常说呀，雅要雅的那么俗，嗯，俗要俗的那么雅，这还是辩证的关系。单纯的雅和俗不成世界，这不行吗？雅你还雅得过昆曲吗？哦，昆曲很雅，清朝乾隆年间写在大清律。嗯，什么叫大清律？嗯，清朝的王法法律有这条规定。嗯，昆曲是国粹。嚯，地方戏演员进北京当时就捆上。嗯，犯法了。犯什么法？哎，谁让你不唱昆曲，谁让你不高雅。嗯，就是清朝乾隆年间。嗯，如果你还要唱地方戏，捆好了送回老家。嚯，种麦子收地送鸡蛋，奔曲艺团去了。嗯，啊，必须改唱昆曲。当然，他这个王法是随时可以调整的。也改吗？没有多久，乾隆过生日，这条就没有了。嗯，欢迎天下地方戏演员进北京给皇上贺寿。嚯，你这250吗？这不就是？这随时改。地方戏演员进北京团结一块打跑了昆曲，才有的京剧。啊，这在中国戏剧史上叫花雅之争。嗯，有偌大的清王朝做背景。有大清王法做依靠，嗯，指望着国粹是高雅都没有成功。哎，你雅到头了，到最后到民国为什么卖不出票去了？为什么呢？观众好家伙，听场戏比种地还累，听不懂，违背了看艺术的宗旨。嗯，所以太雅不行。是是是，太俗也不行啊。怎么太俗倒不行了呢？于老师一上台就把裤子脱了。我那谁看呢？啊，我要到物业去告你们。不是，你们这个深圳的观众素质有待提高，我觉得什么都看，所以要雅俗共赏。对，那怎么才能雅俗共赏呢？于老师脱了裤子唱昆曲，嗨，更不怎么样了。那真来一个呀，那就更没人看昆曲了。那就我每当说相声站台上看观众搭下茬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这有什么可开心？只有我们这门艺术是可以的啊。对，观众为什么搭下茬？是就是咱们这种亲切、啊、有的观众打一进剧场之前他就想，我听了那么多次现场他们喊退票，我今天死也要喊一句这个。嗨，谢谢各位嘛。嗯，但是我也提醒各位啊，就是听相声可以、啊、你们要看芭蕾舞交响乐不建议你们这样。那倒是、啊、会让保安给你们弄出去捆在树上打的不是惨呀。那另外看电影也不希望你们跟电影屏幕上的演员聊天，不傻了吗？那样会让其他的观众笑话你。 啊， 啊，这挺快乐。其实有时候我们也研究为什么观众大下茬。嗯，也就几种。你看有的是小姑娘们，哎呦，天天睡觉也听音频啊，听你们说相声，这太呀终于看见活的，兴奋啊，高兴，这是您爱我们。是，还有的就是显摆，哎呀，哎呦，他说这句我可听过啊、哦、我得感觉他说之前喊出来让周围的观众们羡慕我啊。你这很多啊，可也可爱，你让他、嗯、让他说吧，那怎么办呢啊。嗯，女孩一般就是这样的多。哦，男孩分两种啊。什么叫两种？两种，一种带女朋友来了，一种没有女朋友的。啊、哦，分这么两种。没有女朋友的来了，他就逞能，跟那儿他也得叫唤，也没女朋友，你得把人喊两嗓子，是吧？啊，啊，就跟着起哄，高兴，目的就是要让周围的观众说我好。啊，这个逞能的可以理解，他又没女朋友，你再不让他嘚瑟嘚瑟，是吧？啊，有一种有女朋友的，他的目的是让女朋友看我厉害不厉害。哦，是，这也是显摆。你看我能打啥？哦，他说这个我听过，呵，我厉害不厉害？走，咱们开房去吧。啊，什么叫开房？哪儿啊？我都看透了你了，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一看这俩人，小男孩干干净净的、嗯，小女孩漂漂亮亮，俩人很般配，是，我就愿意支持他。怎么支持？就故意让他搭话，就搭茬成功。哦，往他嘴里给他递一句话。哦，完事还得啊。兄弟努力啊。哎，这嗨，有的时候你看这俩人就恨得很。是啊，这男的一看就是刚放出来啊、哦、这个女的一看就马上就进去。呵，俩人还舔着脸搭茬，我怼死你俩。本身人就聚少离多了，您还怼。所以说相声其实是个心理学的东西。哎，
你3000人、5000人、10000人，我要瞬间把你们集中到一个频率上，你也会说话，我也会说话，你花钱听我说话，你说这玩意儿是不是个高科技？嘿，对吧？我不能让你把我弄了，是不是？啊，有的时候一看就是你们坐在那儿啊，你们感觉不出来，我这个位置看你们可清楚了。那当然，你看有的观众要跃跃欲试了，要说话了。好，那个特别简单，我只要大声一喊，他就白起范儿了，知道吗？特别简单，嗯，但是这些个是雕虫小技，啊，雕虫小技。真正说相声还得是会说呀，那是说相声，你光指着起哄那玩意儿不卖票啊。没错，对不对？嗯，怎么能说好啊？嗯，要好好的练，基本功。最重要的就是嘴里得干净。你看，就是基本功嘛。说话不轻如钝刀杀人啊，说话要清楚，但是您这钝刀杀人也过了。杀人的刀要快，这我知道。杀人刀要是钝了，嗯，你会很痛苦。嗨，不是，我都是一死，这就不是痛苦。比如说，拿您举例子，你要被杀头了，我也是嘴欠，我这个，干嘛非拿我举例子呀？换我，义气，好不好？嗯，还得是你。哎呀，嗨。怎么就非得是我的？杀了我，谁给你解释钝刀杀人呢？哎，行，您就说吧。挑个好日子，杀头挑好日子，大年三十，举国欢庆，这个有华人的地方都在庆祝，都过这节。哎，嗯，这天还是于老师的生日，嚯，三喜临门。哎，嗯，而且今天你们家搬家。还乔迁。哎，新买了一个6万平米的一个独栋别墅。不用羡慕，我就是搬广场上去了，哪儿有那么大的房啊。而且今天还有好事，是你儿子从国外留学回来。好，全家团聚。哎，这孩子3岁就到英国去念书。让人拐跑的，这是3岁就出去了，念书20年，23岁，今年23，嗯，带着未婚妻回来了。要结婚有女朋友。哎呦呦，这个女孩好看呐。 啊她父亲是世界首富，你瞧，这好事儿。你媳妇出去买菜去，花3分钱买张彩票，嗯，中了现金12亿。那么些个钱，欧元。哦，还欧元。哎呀，嗯，天下好事都上你碰见了，就没有别人的份儿了。全家人坐在一块儿吃个年夜饭吧。那当然得吃。哎，头一道大菜得来个鱼啊。那是年年有余嘛，干炸小黄鱼。哎，我们家过年吃小黄鱼。于老师拿筷子一夹啊，干炸小黄鱼肚子里边有一块钻石，半金沉。这小黄鱼是不是让钻石砸死的？这是。我也来了。您干嘛来了？祝您生日快乐。给我祝寿来了。师哥您生日快乐。谢谢您。我的礼物也来了。哟，您还带礼物了？带了一个印度三宝。这我得看看。门口出现一个印度的女孩，这是送货的。印度的美女才18岁，妙龄啊，穿着这个传统的印度服装。你瞧，这点着一红点儿，这风情。拖着这盒，嗯，亲爱的于老师，生日快乐呢。什么味儿？这也八宝山曲艺团报幕的吧？这是，怎么全这味儿？那你生日快乐呗。嗯啊，打开看看吧。是印度三宝。里边是一个印度小叶紫檀雕刻的木桶。哎，这小叶紫檀就是一宝啊。哎，外边抹着一层印度咖喱，这宝有点糟践了。开盖一看，满满登登一桶啊。什么呀？印度神油。嚯，于老师你都喝了不？好嘛，喝了吧。于老师端起来一饮而尽。嗯，哎，姑娘啊，你脑门这红点我能摸一下吗？啊，好奇心，从小就好奇。嗯，你看你这红，哟，嗯，给 K 市掉了。哟，红点底下露出3个字来，写的是特等奖。这好事还没完呢，感情。印度公司促销啊。哦，啊，这是谁发现这3个字，礼物就是他的了。这礼物是？就是这个印度美女。这女孩怎么意思？这辈子就是你的了，跟我过日子。哎呀，谦哥乐坏了。那是高兴了。嫂子不开心了。那是凭什么呀？哦，我赶紧劝。是啊，行喽，嘟噜嘟噜，好好劝。上手干嘛呀？哎呀，准备吃饭吧。那赶紧吃吧。正开心呢，门口来人了。谁呀？开门一瞧，嗯，400个官兵。这官兵干嘛来了？于老师，春节快乐。
也是给我拜年，生日快乐，谢谢，阖家团圆，借您吉言，乔迁之喜，得嘞，中彩票了，谢谢，走沙头去吧。哎，我都把这茬忘了，怎么还杀头啊？啊，这拿您去解释一下钝刀杀人啊？哎，好嘛，我死在这四个字上了。于老师走了，嗯，屋里边天都塌了，这是多大的事儿啊？他儿子三岁走的，二十三岁回来，连一声好听的都没来得及叫，没有这时间，孩子坐那儿就傻了。嗯，他那未婚妻坐在那儿，害怕，人没经历过，我腿都软了，咣叽我就坐下了。嗯，浑身直哆嗦，事儿太大。他媳妇儿坐我这边啊，印度美女坐我这边，什么意思？啊！哎，我是不是乐出声来了？啊！您都让我看出来了。啊，我忍着点啊，您尽量吧。这事儿闹的，想不到的事情，是我也没想到。哎，最难过是你儿子。当然了，你儿子眼圈都红了，那就要哭。你媳妇儿真厉害，干嘛？你要干嘛？要哭？怎么了？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嗯，至于的吗？怎么不至于的呀？好孩子啊，咱们这不团聚了吗？是谁跟谁团聚了呀？啊，包饺子吧？不是，你们吃饱了撑的是怎么着？缺心眼没心没肺，什么时候了？我这还包饺子，谁吃得下去？吃不下去，你们还张罗包？就是啊，给邻居看，看什么呀？你看，一定是每家都有几个缺德的邻居跟街坊。怎么了？好，我们这屋哭哭啼啼，连灯都不开啊！邻居说闲话，说什么？至于吗？啊，不就杀个人吗？连饭都不吃了，咱们不唠这个。这哪有这缺德邻居啊？也吃不下去啊！荤的素的，应个景呗。包多少？包个六十来种馅儿。光馅儿就六十多种，每样包一百个，好不好？要撑死你们啊！煎炒烹炸焖溜熬炖，啊，来三十来个菜，哎呦，各种外卖又叫了五十多个菜，哎呀，红酒、黄酒、啤酒、白酒都打开了，嗯，做水煮饺子，煮吧，包点蒜，呵，倒醋，嗯，啊，炸点辣椒油，是，把那个腊八蒜也打开，呵，啊，那个调一碗咖喱，哦，对了，还有一印度娘们呢，嗯，招呼招呼，啊，年三十啊，过节吗？哦。那个打开电视看看春晚，嗯，看看有没有好相声。没有好相声了，我都死了，哪有好相声呢？什么人呢，你们这都是。我们正在万分喜悲痛的时候，于老师已经送到了北京菜市口。我还在那个传统的三人堂所。哎呦，菜市口杀人的风水宝地。这要什么风水？在这儿杀头刀口不发炎。人发炎是吗？也没有口发什么炎，感冒啊什么都不会有的 啊死了那是，哎，来到这儿了一帮人上来给于老师八个一丝不挂，我干嘛还光着呀？哎呀，你命都不要了还要脸干嘛？那我也不能先不要脸呢。哟，你早说呀。啊，好，我还说晚了，已经扒完了啊，一丝不挂，手还真快，拿绳子捆好了，嗯，脖子后边插一个招子。什么叫招子呀？白纸叠的，里边是竹棍，上面是一个宝剑的尖儿。哦，写着罪犯的名字。我这监斩人犯一名，大流氓于谦。我说我怎么光着呢？嗯嗯，啊，好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让我说话。于老师大气。我说什么呀？本盲。嗯，本盲。什么叫本盲呢？大流氓啊！大流氓自称本盲啊！我都头回听说过这本流不好听，废话，本盲啊，跪那儿！你让我说的吗？哎，怎么撅那儿了？啊，你踹的那是，跪！哎呦，又撅那儿！废话，有人管吗？光着屁股撅着？嗨，就别弄这姿势了。来来来，一会儿来来，甭管他。啊，石头好了，嗯，天就亮了。我这折腾一宿，年三十送来的吗？啊，已经是大年初一了。早晨，北京城每年初一开始是有庙会的，
年年有好几摊呢。最热闹的是琉璃厂，那叫厂店庙会，打清朝就有，是北京城得有五六十万人来玩了，都去那儿，外地游客有个四十来万，这就一百多万人，这一百多万人都要从您的身边经过，一百多万人。哎，当天你们卖票不卖票啊？那会儿通票，你看把我还含进去了。这个，你算一个景点儿。我嗨，我这叫什么景点儿啊？你叫雅俗共赏。哎，这不唱我这个。哟，一百多万人都从这儿过啊？哦，有本地的，有外地的，是有那个头回来的。嗯，这就北京琉璃厂庙会啊。没来过。我的天哪，真好玩！你 看我们头回来的这儿。怎么了？什么情况？于老师，别嚷，别嚷！我就记得今天的家呀，行，我没你晚上睡觉了，您我打深圳来的，我别嚷了，这个，快快照个相，照什么相？这一会儿砍头了，这是外地的啊，北京城的就差着了啊，北京城不来啊，也来，就是那个儿媳妇接婆婆，闺女接妈，哦，老太太们来瞧瞧来吧，是，老太太平时也不爱动，哪儿了？那也看啊，哪个是那于谦呐？找来的，这是，这就是于谦呐。瞧见了，嗯，还真白。你看什么呢？你怎么那么缺德呀？怎么这后背没有带鱼啊？哎呵呵，这是我爸爸的粉丝，这是。好。哎呀，小伙子不容易啊！怎么不容易？跟这儿展览呢啊？什么叫展览呀？行了。我得先回去，我明儿再来。干嘛呀？我今儿输液呢。你死不死啊你？你就不应该来，知道吗？一眨眼啊，到初七了。我这儿展览七天，合着。因为北京的庙会就是初一到初六，那还剩一天呢。哎，内部人员得看一看嘛。哦，给他们还有场优惠。哎，工作人员看完了，嗯，到这边有一个监展的官员。还有监斩官，有一监斩官负责杀人的嘛？哦，他发令，哎，坐在那儿披这个红色的斗篷，干嘛披红色的？哎，这是为了辟邪。哦，刽子手过来了，嗯，启禀大人，时辰已到。哦，监斩官一回头，说什么呀？撒呀！撒？怎么啊？削他，弄死他，切蹊罪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给谁省的？好家伙，这弄一东北大人的感觉。刽子手回过头来，举起刀，啊，这口刀。肩宽背厚刃飞薄，杀人不见血光豪，紫微微蓝娃娃，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哆哩哆嗦颤颤巍巍，哼，奔你这脖子来了。哦呀，啪一下，是不是吓一跳？怎么着没砍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这多吓人呢，这个四不四好好玩？谁跟你玩儿？谁跟你玩儿了？耶，又坏了，什么耶？又尿了啊？废话。嗨，我跟你逗着玩呢，我哪知道你不禁动啊？他尿了啊！跟谁说？那快我擦擦，要笤帚干嘛？蹲布啊！给我，你擦，你扔哪？你给我，我擦。怎么那么乱？我跟你逗玩，抬腿，抬那条腿，别打了。这砍个头怎么那么乱呢？呀嘿，砍！蹲布，你干嘛吃的这是？手起刀落，不砍的完了吗？人头落地啊！这脑袋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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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惨！突然间停住了。干嘛呀？等红绿灯。我要这么规矩，我至于砍头吗？我，哎，绿灯了啊！脑袋过马路了啊！过去扭过脸来，还要夸这刽子手。我说，好快的刀啊！嘿，太贱了！我这个杀人的刀要快啊！这个要是钝刀，您就受罪了。我这也没轻省，这回给您换一把。钝刀怎么还说一遍、啊、哎啊前面咱不提了哪儿前面就是什么那个我坐这儿你媳妇坐这儿您坐这儿我们想包饺子我们喝酒不用铺了都归你了都归你了啊啊啊谢谢啊谁跟你客气了哎呀你要早这么懂事何至于死啊你哎好什么目的啊这都不提了不提了就是我怎么接收后来我们又生了好多孩子你都不管了你就别往下说了行行你已经跟这儿已经到了初七撤展的时候了，我还真是展览去了。嗯嗯嗯，哎，初七，然后刽子手过来了啊！启禀大人，时辰已到。监斩官，监斩官回头说：“撒呀，整啊，切啊，削啊，弄死啊，切稀碎呀！”好，这孙子还没下班呢。大刀举起来了。嗯，
这口刀打唐朝流传下来的，嚯，从唐朝到现在一次都没磨过，老刀了。因为磨一次要花一毛钱，嗯，从唐朝到现在没有人舍得花一毛钱，这抠啊，这个刀刃比刀背厚一寸半，这翻过来使合适，要是拿刀背砸死你是你的造化，这回呢今天用刀刃杀你，我受了罪了。好，上面绷的一块一块跟锯齿一样啊，还有齿儿，大刀举起来走你啊，啪，怎么着，扎在脖子上了，扎上了，上也上不来，下也下不去，那怎么办呢，只能横着推，对，这不锯吗，连锯三天，您猜怎么着，怎么着呢，你是饿死的，对。